弟弟要来开箱喝这个雀巢的，这个是怪物弹珠的柠檬红茶。对，这里面有怪物弹珠。然后姐姐是喝素轩，什么？这里面有怪物的弹珠。不是，你有玩那个游戏的话，它就可以得到虚宝，但是你没有玩，所以对你来讲没有用。好了，打开吧。来，拿好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序号啊，可以用来抽奖的啊。什么序号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玩怪物弹珠啦，所以没有用。姐姐，你可以喝，我帮你打开哦。这个好像也蛮好喝的，因为哇，他说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可以帮助肠胃蠕动。哎，我这个饮料太棒了吧！没想到饮料还有那么多好处。蔬果汁味达百分之十。好喝吗？哦，你说蔬果味达百分之十，所以它的蔬果没有很多。对啊，对，我看到了。蔬果汁。好，好喝吗，姐姐？好喝。还不错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膳尾纤维。对啊，还有那个膳尾可以帮。那个膳什么纤维哦，纤维帮助你消化，好喝对不对？没有骗你吧，弟弟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只有甜味而已啊，你下次还是可以选姐姐这种的，这种蛮好喝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慢慢喝吧。